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60页，760页第四行，从当中会书之念看起啊，又会书曰啊，会书曰：斋戒即八斋戒，即摄大小诸戒，盖夫戒是人思道俗贤奉。心为业主，凡圣俱知，正法助灭，皆亦有之。这个几句话了很重要啊。斋戒了，也叫八关斋戒啊，包括大小乘一切戒律都在其中啊。下面是告诉我们，世尊制定戒律用意何在？戒是人思，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，阿难代表大众向佛请教，佛陀在世，大家是以佛为师，现在佛走了，我们依靠谁为老师？佛告诉阿难，以戒为师，禅是佛心，教是佛的言语，戒是佛的行持啊，可见的了，这一条非常重要。道俗先奉，道是出家人，俗是在家，无论出家在家学佛，必须持戒，如果不持戒呢，那就不是佛弟子啊。真正学佛要从戒上下手啊，这个叫三无漏学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例外的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开慧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，大彻大悟啊，这是学佛的目标啊。那么我们要想去向这个目标，真正成就佛果，那不从戒律下手，没有第二个方法啊。我们在这个学习里面也做过深入的探讨，为什么现在人对于戒律这么困难啊？学经教比较容易，那是
把经教当作一种学术来看待，所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从戒来。啊，因戒得定，定才能生智慧。啊，所以智慧是从内往外发的，不是从外学来的。外面学来的，像经教啊，从外面学来的，就变成知识了。如果从内心里面开悟的，哎，那就是智慧了。啊，如果这个话你听不懂，你慢慢去揣摩。啊，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。在五祖的麾下，有一位大德，神秀大师。啊，神秀当时就是慧能大师建六祖那个时候，当时他已经是五祖的助教了。啊，我们晓得向五祖学习的人太多了，五祖一个人忙不过来啊，那么多人呢，他需要助教啊。所以大家都认为将来传法第六代祖肯定是神秀啊，这个没有人怀疑啊。为什么传个慧能呢？慧能学的是智慧，神秀学的是知识，不一样。一个知识，一个智慧。知识听多了就会了，就懂了啊。你读得多，听得多，哦，知识很丰富，没开悟啊！啊，没开悟，你没学的东西你就不懂，学了你才懂。要是开悟了呢，没学的全懂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看慧能大师逃难的期间，路上遇到一个无尽藏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受持涅盘经，大涅盘经分量很长啊，有两种版本，一种36卷，一种40卷，这么大的部头啊，他读诵啊。不能说无尽藏比丘尼没有知识，他天天读，他知识一定很丰富的啊，他没有智慧啊，他在那里读经，慧能在旁边听，他念完了，慧能就把刚才念的这段经文的意思讲给他听，他非常惊讶，啊，闻所未闻，捧着经本来请教他，回答他：“我不认识字。”你不认识字，怎么讲得这么好？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。你想想啊，这些话智慧从哪里？从戒定慧来的啊。慧能大师
连三皈依都没受过，形式上的皈依受戒他没有，他真的持戒了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他全做到了。人老实诚恳对待一切众生，真诚恭敬佛经上讲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慧能全做到了。这就是持戒，他心是定的，不随外面境界转。换一句话说，自己在什么境界里头，他做得了主。我们一般人做不了主啊。做不了主是什么现象呢？看到了，听到了，就分别，就执着，就有意见。通通把它放在心上。这就叫做不了主。做得了主的人呢，听了，见了，接触到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放在心上，他的心是清净心。这是做得了主啊，不被外头环境转那佛在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一个不被外境转的，他就有能力转境界能转境界的这个人就同佛了，跟佛没两样了。佛能转境界，不为境界转了。慧能在黄梅八个月没有人认识他，只有五祖认识他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所以五祖半夜三更召见他，他们两个好像有默契。无祖召见也不会给任何人知道去巡寮，到寺庙过处去看看，去巡查一下巡寮，走到对方看到他的舂米问他米舂熟了没这个话里头有话，别人听不懂实际上问他你有没有成熟慧能答道：“你熟很久了，很久就熟了，幽浅筛在，还没有筛，筛就是印证了，要求他老人家印证。你看，别人听不懂，他们两个很有味道。”五祖拄个拐杖，在拐杖在他那个默默的对子上的时候敲了三下就走了，这意思是三更来见我跟去的人很多，看到没人懂他就懂得，所以三更的时候就到方丈室，果然没错，推门里面没有关，一推就进去五祖在那边等他果然准时来了。来了之后用袈裟把他围起来，不让人看见
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啊，当然不要书本，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豁然大悟。啊，就做报告，哎，他的博士论文，他的报告很简单，就是20个字，啊，5句话，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啊，何其就是没想到，第一觉悟之后，没想到自信啊，本来是清净。从来没有染污过，啊，染污的不是自信，染污的是阿赖耶，自信没有染污。啊，第二句话是本不生灭，自信不生不灭，他真见到了，在净土里面讲，他见到常寂光了。常寂光就是自性啊，那个常就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才叫常啊，即清净是即，无量智慧是光啊。第三句，本自具足啊，具足无量智慧。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相好，这光啊，常寂光里面光表这个意思啊。啊，第四句是本无动摇，自心是不动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动。只有自性不动，最后一句能生万法啊！五祖听到之后，行了，可以了，行了啊！经也不必说了，衣钵就给了，叫他赶快走路。什么原因呢？嫉妒障碍。那赶快走路啊！啊，去躲避。这一躲，躲了15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，他才出来。啊，他出现的时候就在光孝寺，现在的广州光孝寺，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。他坐在后面，后面有两个出家人，啊，看到外面风吹的翻动，有一个说：“你看翻动了。”那个说：“不是，那是风动。”两个人在争论，啊，谁也不服谁。他到当中告诉两位大德，啊，告诉他们：“不是风动，也不是翻动。”人者心动，你们两个都心动。这两个人一听就大吃一惊了。啊，这才是把真正的事情解决了。印宗法师讲经这一堂课下来了，又问他们三个人在讲什么？啊，他们把这个话一回答，印宗，印宗立刻警觉到，啊，听说黄梅传法的这个行者，啊。问他是不是你，慧能就承认了，是的。
啊，衣钵展开来给我们大家看看，他就把衣钵展开了，印宗就给慧能剃头，就正式出家了。剃头之后拜他做老师，不简单的，水转水涨船高啊！慧能大师的身份地位一下就被抬起了啊！印宗在当时岭南一带第一高僧，拜他为师啊，印宗的老师，所以身份地位一下提高了啊，就开始传法了。啊，以后就住在曹溪南华寺。啊，原籍也在那个地方。啊，跟他学的人不计其数啊。啊，那活佛在世啊，活菩萨。再会一下跟他学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43个人，过去5代都是单传，师父只传1个人，他传43个人啊，五祖嘱咐他以后只传法不传义，意识大家都争，没有意义，传法不传僧，不传义了啊！传法就是印证，人真正到彻悟了，需要一个人给他做证明啊，是真的开悟还是假的开悟？五经藏比丘尼在其中，印宗法师也在其中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想到印宗法师不是凡人，你看，没有一点嫉妒心。啊，一来了，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就把他捧起来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支持了，抬举啊，岭南一带的佛教由他来主持了啊，所以在猎人队里15年也是修行，也是在消业障啊！啊，真正把如来无上大法了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。他的工作是烧饭，猎人队里烧饭啊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。真正是菩萨了，不是假的啊！所以无论在家出家，不能不受戒律啊。慧能大师的戒定慧是实质上的，不是形式上的。形式上你看看，他在没有遇到印宗之前，从来没有上过去经过讲堂，也没有经过禅堂，这些形式上他通通没有啊。
啊，而且戒罚之后15年，这种耐心，啊，忍耐，是忍辱波罗蜜。啊，戒律、苦行，佛是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他都做到了。啊，这都是做给后人看的。啊，所以，我最初学佛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身智，不重形式。那慧能大师就是最好的榜样啊，有实质没有形式啊，所以以戒为师，道书先锋啊，出家在家都要遵守啊，那心为业主，造业；言语口造业，身体行为是身在造业。身口造业听谁的？听心念头。念头善，造善业；念头不善，就造恶业。所以，造业的主是心。啊，身口不受报啊！人死了之后，身体没有了，口也没有，谁受报了？那灵魂受报。啊，善的力量强，善业强，就三善道受报；恶的力量强，三恶道受报。六道凡夫，每个人。造业多端呢、啊、什么业都有啊。临终往哪一道去，佛在经上讲了，强者先迁，哪一个业力量很强就先受报。啊，那么力量弱的后受报。我们一定会想到，一定是恶念强。啊，恶念强就先到恶道受报啊！啊，所以谚语常讲，人死了就做鬼，理上讲不通啊。六道轮回，你怎么说人死了做鬼呢？啊，但是想想呢，这句话也有道理。为什么鬼是贪心最重？哪个人没贪心啊？贪心重的人，贪先受报，就到鬼道。如果嗔恚心最重，啊，脾气很大，这种习气，他地狱道受报。啊，愚痴，愚痴就是没有智慧。啊，真假邪正是非利害分不清楚啊，这个愚痴是畜生报啊，畜生的果报通通是随着业力牵引的，没有人主持啊，自己做主啊。啊，我们看到章太炎的故事。啊，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州老居士告诉我的。啊，朱老是章太炎的女婿。啊，章太炎的女儿嫁给他的。啊，告诉我，他这个老院长在世的时候。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大概是代理，时间一个月
啊，判官的地位很高，就相当现在所讲的秘书长。啊，东岳大帝像个省长、秘书长，就现在讲二把手。哎，东岳大帝找他去的。啊，那找去没法子，就去了。白天在人间工作，晚上到鬼道去上班，一天到晚没休息。啊，人也很疲劳啊！啊，把这些鬼道的事情，他看到东西，给一些好朋友都讲。啊，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张太爷不会说假话。啊，他曾经跟东岳大帝上了个建议，希望东岳大帝能批准把地狱里头炮烙的刑罚废除。他说这个太残酷了，不人道啊！啊，炮烙是什么？铜柱烧红了，让罪人去报，那一报不就像现在是烤鸭了，烤鸡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一下去就烤焦了吧？这个刑罚太残忍了，啊，能不能把它废除？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，带他到现场去看，啊，他就跟着一道去了。到了现场，这个小鬼说到了，他看不见。这才恍然大悟，地狱不是阎王建造的，不是东岳大帝造的，啊，是怎么来的？是业力变现出来的，啊，所以他跟佛菩萨没关系，跟阎罗王没关系，跟城隍、跟东岳大帝都没关系，是你自己造作的业力变现，你自己受罪，这才觉悟，以后再不过问。啊，于是我们明了啊，这十法界里面的事情啊，全都是自作自受。啊，业力主宰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再不造恶业了。持戒就是叫你不造恶业。啊，戒律是善恶的标准，起心动念跟戒律相应，言语造作跟戒律相应。啊，戒律基本的戒律就是十善，啊，十善是一切戒律的总纲领。啊，你看菩萨、大乘菩萨，84000细行，就是84000条戒律啊。从哪里来的？十善也推演出来的。十善里头，每一条里头都有十条，就100条了。100条里头，每一条里头又有100条，这样子推演出来的，越推越细，微细。啊，越是高层的菩萨，极其微细的那个恶念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开始学是很粗的相，这十条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行、不妄语，很粗的。啊，自己往上提升，那就细了。啊，每一条里头都包括十条。
小乘阿罗汉，把这个十善业展开为三千位，就三千条啊，所以我们就晓得十善是总纲领啊，八万四千细行圆满了，一条都不犯了，那就是十善业道圆满了。十善业道圆满成佛了，到佛的果位上啊，八万四千细行圆满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佛像啊，有很多佛像画的像，佛头上有个圆光，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，有梵文写的，也有用藏文写的，中文写的啊，这三个字发音嗡啊吽啊，是梵文的音嗡啊吽，这三个字是什么？就是十善业道圆满。嗡是身业，阿是口业，吽是意业，身口意，身三条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口四条，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意是三条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所以这叫根本戒，啊，必须要遵守啊，不要看清他了，他展开了是八万四千细行啊，所有一切戒律统统包含在其中啊。我们老祖宗也教我们持戒啊，没有这个名称，老祖宗给我们立的规矩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就是戒律啊，戒律的核心确实就是无常，五个字是根本戒啊，五个字是仁义礼智信啊，这是过去中国人不管你有没有读书啊，无论是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必须要遵守的啊，不遵守这五常啊，那就不叫人了啊，人跟禽兽不一样，人有五常，禽兽没有啊啊，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，叫道德了啊，道是自然的啊，你看副词这是自然的，这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的，夫妻是自然的啊，兄弟是自然的，啊，自然之外的也是必然的，领导跟被领导，领导是君，被领导的是臣，这样这是必然的，朋友啊，朋友不是一家人啊，这也是必然的
啊，所以叫五伦呢、啊，关系呀、啊，啊，人与人的关系叫五大伦。啊，父子的关系，情爱，这个的确是在佛家讲就是慈悲。啊，这个是信德的核心。我们老祖宗懂得，所以中国的教育基础就是建立在情爱上，父子有情。啊，教育的目的，第一个目标，这种情爱，希望能永远保持，这一生都不会丢掉。不但一生不会丢掉，中国人做得很好，生生世世都不会丢掉。为什么呢？祭祀祖先，没有把祖先忘掉啊。外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以这个为核心。啊，第二个目标呢，这个爱要扩大，这个情爱扩大，扩大什么？你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祖父，爱你的曾祖父，爱你的家属，啊，爱你的兄弟，这个扩大，啊，然后再扩大出去，到外面的，不是你的家族的，啊，爱国家，爱民族，啊，到最后凡是人皆是爱，啊，爱朋友，爱亲戚。五伦关系一展开，整个天下跟我们都是一家人呐、啊！啊，不是同族的也是表兄弟呀、啊！啊，这个表兄弟是与我们家族通婚的。啊，都发生关系了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在中国，我相信汉族都是一家人。啊，历史上有记载的，第一个老祖宗伏羲是画八卦的。啊，历史上记载，我们家谱上记载的，第二个神农氏，第三个皇帝，伏羲到神农500年，神农到皇帝也是500年，这个1000年当中呢，没有文字，所以有传说，没有文字记载。文字是皇帝时候发明的，啊，所以从皇帝才使用文字。皇帝到我们现在4500年，啊，所以中国从伏羲啊非常可靠的这个历史是5500年，那上面还有老祖宗啊。啊，印度婆罗门教授，他们的历史有13000年。啊，我听了，告诉他们，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也有13000年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文字。不能说没有文化啊，我能够相信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，特别是五伦五常一定是古老祖先传下来的啊，这种东西可传，不会传错的啊，
因为它很简单，我想传十万年都不会传错。你看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君臣有义，朋友有信，啊，这能传错吗？这是道，伦常大道，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个字，不会传错啊，传一万年都不会传错啊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世世代代的人从小就学会了，都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好人行好事啊，然后才晓得中国这个族群，这一块大地根深蒂固啊，它是伦理道德起家的啊。那么今天这一代啊，再推远一点嘛，就算是慈禧开始吧，到现在200年，这个200年当中，我们把伦理道德先是淡化了，不重视它了啊。前面100年啊，还有人讲，没人做了。后面这100年呢，不但没人做了，讲的人都没有了，现在没人讲了啊，所以让中国人对这些名词叫五伦八德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，非常陌生。啊，那么就会招来的灾难啊。今天灾难是全球性的。全球性的灾难。哪个地方灾难轻一点呢？肯定是中国。为什么呢？他老祖宗太好了。积德得厚啊。啊，虽有灾难不会灭亡，祖德太厚了，我有信心啊。人家问我，你凭什么有信心？哎，我就凭着我们在汤池小镇搞的那个实验，让我信心坚固。为什么？那个实验，我相信不是人做出来的，人哪有这种力量啊？啊，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，我们办这个实验，啊，跟这批老师，我们的估计是2年到3年才看到成果。没有想到3个月就看到了，这哪里是人干得出来的事情啊？啊，这是什么祖宗之德了，三宝加持啊！啊，决定做不出来。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时候也没有信心呢，但是一定做实验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啊，预定的计划是3年。啊，3个月做成功，消息传到那里，我都吓一跳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中心打电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就在想了，如何把这桩事情介绍给联合国，能扩大影响啊？但是联合国又谈何容易啊，我们跟他无亲无故啊，
联合国找对象是找会员国，我又不是个国家，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没想到过了两个月，他来找我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无法想象的事情啊！他来找我，我不敢相信。我派了三个人到巴黎去打听是真是假啊，结果一打听真的，联合国今年要办个活动，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，办那么个活动啊，找了谁呢？找泰国。啊，泰国的大使向联合国推荐，请我参加主办单位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啊，我就欢喜答应的，通通祖宗安排，通通佛菩萨安排，啊，绝对不是人的。如果我们说是我们做出来的，我们就有罪了，祖宗之德。我们怎么可以啊把他冒名顶替，这最重啊。啊，那泰国找我这就有缘了。我在03年第一次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这个世界和平会议。我那一年参加开会就在曼谷，就在泰国啊，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会啊，跟泰国结了缘啊。在泰国虽然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，认识他们的副总理啊，查瓦利将军啊，他也是三军总司令，本来是总理，被金融风暴把他整惨了，他也很聪明，他辞职让他的副总理升做总理，他做副总理啊。这个人夫妇两个非常虔诚啊。我在泰国一个多星期两次在他家里吃饭，他请我吃饭，在家里，所以结这么好的缘啊，跟泰国皇室结了缘啊，所以泰国大使推荐我啊参加主办单位，我们才有这个缘分呢 啊这样我们汤池这种成就在联合国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，专题一天的时间啊，做了3天展览啊，很图片文字展览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啊，驻联合国192个国家的大使代表都非常欢喜，想亲自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啊。在这几天我邀请了新加坡9个宗教，邀请了澳洲的犹太教10个宗教的代表，在联合国会堂为世界和平祈祷，这从来没有过的，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，认为宗教在一起一定是吵架的啊！看到我们宗教在一起手牵着手这样和睦啊，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会议完了之后，联合国正式成立一个
宗教办公室，我从这个地方呢，深深相信老祖宗之德会保佑中国，佛菩萨会保佑中国。啊，不管中国人怎样反对传统文化，反对佛教，佛教老祖宗还是爱这个地方，啊，还是照顾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地方虽然会有灾难，不是很严重的灾难。啊，那尤其是我们真正发现，要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，啊，真正认识中国，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，我们对他非常感激，因果堂恩比波斯。啊，这个人已经过世了。70年代，1970年那个年代，他曾经说过，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呀！啊，我真的有很多证据啊！啊，去年好像是年初吧。发现了群书之要跟过学之要，我的信心坚固了，不会动摇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把传统东西找回来，从哪里下手？啊，我们老祖宗这千万年的智慧，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些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通通都记载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。啊，《四库全书》，台湾把它印出来了，大陆也有印了。流通量虽然不大了，在我们想象它不会再遗失了，不会失传了。啊，怎么读？从哪里入门？啊，现在解决社会问题迫切需要的，我们到哪里去找？这书太大了。啊，没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东西，唐太宗找了1400年前，啊，他找了一些这些大臣，啊，是那个时候的专家学者，啊，叫他们在这一切书里头，啊，经史辞这三种里面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找出来。揭露出来给他看，这部书就是群书之要。啊，从10000多种书里头慢慢淘汰淘汰，最后找出65种，从这65种里头去揭露，啊，编成这套书。
这是祖德，因为这个书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，唐灭亡之后这书就不见了啊，被日本一些留学生带回去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，全部手抄的，分量不多，他们识货啊，带走了。啊，到嘉庆做皇帝，啊，乾隆做了60年皇帝，传位给他儿子。啊，由他的祖父，祖父最疼爱他，他也最喜欢祖父。祖父是康熙，康熙做了61年。啊，他不想超过康熙，也不敢跟康熙一样少一年，60年。啊，就让位做太上皇。康熙做皇帝，日本向中国皇帝进贡，就是送礼，里头有这套书。这才知道清朝并不重视。为什么呢？乾隆、雍正、康熙这个盛世啊，实在讲超过唐朝啊，超过贞观啊，所以他们就并不重视这个东西。啊，到民国，清朝亡国之后，民国初年，商务印书馆成立的时候，把这个书印了2次。一次是日本原本印的，另外是重新排版印的，印过2次。这书找不到了，中国满清亡国之后，军阀割据，啊，中日战争，文化大革命，到哪里去找？啊，这些典籍本来数量就少，很多人不知道。商务印书馆做的人问商务印书馆的人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我知道有这个书，没见过，所以在讲经的时候啊，偶尔提到，哎，就有听众，这有些人很留意的替我去找，就找到了2头，送到我这儿来，我如获至宝啊！这是什么？中国真有救了，世界不会是末日啊！这个东西出现了啊，过了2-3个月又出现了群这个过学之遥这个东西是我想了好多年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有这种书，我想了很多年，希望能够有人，有一批学者能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把精华的东西摘录出来编一套书啊，能够普及化，让大众都能接受古老祖宗的教诲啊。没想到民国初年真的有人把这套书做出来了啊，他们做这套书的理念是从群书之要来的啊，群书之要是治国，过学之要是治学，是做学问的啊，就是以书四库经史子集一共8册啊，我也看到这个东西到手，马上就告诉世界数据，
给我印一万头。啊，群书之要一万头，国学之要一万头，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收藏，这就不会失传了。所以我这几年来在各处行走，都劝这些外国的朋友要学文言文。为什么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全在中国古籍里头。你要不会文言文，你要让别人翻成白话文来给你听，味道变了。不是味道啊，一定学文言文你才能够尝到原味。那文言文难不难？不难，我都很留意。我在美国问美国啊，哪个大学我忘掉了啊，纽约，一个大学生在台湾，这个大概是20多年、30年的事情。有个同学跟台湾大学做交换学生，啊，到中国来学中文。他学什么？学《华严经》。啊，是个女孩子，大概30出头的样子，研究生。啊，正好我在台北讲《华严经》，所以他就到我图书馆来参观，在我图书馆住了4个月，听我讲《华严经》。他读中国文言文，能看得懂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我非常佩服啊！我问他：“你学中文学多久？”3年，不难呐。啊，2005年、2006年，我2次访问伦敦。伦敦是国际汉学中心，啊，它里头有汉学院，啊，牛津大学有，剑桥有，啊，伦敦大学。我去访问给汉学院的同学交流，啊，我跟他们讲了1个小时，剑桥也讲1个小时，伦敦大学也讲1个小时，给他们的教授啊举行座谈。我特别注意他们的学生，讲一口白话文，啊，对中国文言文没有障碍。你们学多少年？都是3年，不难啊。外国人呢，一点基础都没有啊，3年学得这么好。所以，中国人学文言文得多2年，不难啊。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。赶快把文言文找回来，啊！为什么？文言文是中国老祖宗最了不起的发明，啊！这是老祖宗高度智慧表现出来的，啊！古人这种智慧经验用什么方法传给后代？要原味传到后代，不能变质。啊，外国没有文言文，所以他们东西传不下来。你看欧洲的拉丁文，最古老的，只有极少数
考古学的专家能懂得。啊，懂得还不完全。要是翻译一篇东西出来，还翻不出来。我们老祖宗就想到了言语会变，所以言语跟文字要搞两套。文字搞一套什么？不变的，永远不变的，叫文言文。啊，文言永远不变，语言随着地方变，随着时代变。啊，不管你怎么变，我的文言不变。啊，文是文字。啊，文字的语言永远不变。成功了。我们把文言文学好，看几千年前古老的东西，就跟面对面谈话一样啊，真能体会到啊，他当时的心情呢。啊，佛经用文言文写的。啊，难怪过去方老师告诉我，我向他请教，佛的经典从梵文翻译过来，为什么这些梵文的原点这个书籍没有保留下来？大量到中国来，为什么没保留？方老师笑着告诉我，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。啊，中国古时候文言文，中国古人对自己的文化信心十足啊。啊，梵文没有古经文呢，也会变呢。啊，翻成中国文言文之后，不但没有犯错，意思完全正确。我们的文字比梵文还要华美，根本用不着了。这种气概在全世界少有啊，哪里像现在中国人这样窝囊啊，被别人侵蚀啊，所以翻出来之后对于原文不重视了。啊，方老师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啊，所以全世界真实智慧，至高的理念，精确的方法，丰富的经验，全在中国四库全书里头。啊，然后晓得文言文比什么都重要。今天小朋友，家长要是有眼光，让他好好的学文言文，20年之后，他就是全世界的国学大师，前途无量啊！啊，能深入浅出啊！
把古人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跟现在人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效法古人，社会安定和谐，灾难就完全化解了，人民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，都能真正享受到这一生圆满幸福的生活。所以这个重要啊！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人完全接受，对于佛教的纲领更是尊重啊！佛学的纲领就是戒定慧啊，成为三无漏学啊，必须从持戒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要从真正落实下手。我所学到的，就要变成生活。啊，在工作上用得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能用上。啊，化解一切争端用得上。啊，带给社会安定和平。对，真的是宝啊！啊，我在其他的国家到处宣扬啊，别人听了都欢喜，没有反对的意见啊，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心为业主，凡身俱至啊，这个知就是佛戒律，是佛知的，菩萨还不能知，佛才能制定戒律啊，凡圣通通要遵守啊，不能够违背正法助灭。正法是大乘佛法，是久住世间，还是会在这个世间消失了、灭亡了？戒业有之，这个义就是戒律啊，意思就是有戒律，正法就久住世间；没有戒律，正法就灭了。啊，我们不要说别的，说戒律的根本是善，谁能够遵守？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，你能够把十善做到了，是大德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没人做到啊。你能做到还得了吗？你能把十善做到了，诸佛菩萨能不护念你吗？护法善神龙天八部，他能不保佑你吗？啊，这个不是迷信，这是事实啊。我们今天出了麻烦，身体
疾病多，不健康啊，毛病多啊，心里面不能安定啊，烦躁啊，啊，什么原因？没有学戒律。你学戒律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你心就定了，心就不烦了。啊，能够遵守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你的身体就健康了。啊，十善业能够带给我们身心健康。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通通要从十善做起。啊，没有十善业道，就没有大乘佛法。啊，今天我们讲儒释道三个根。啊，为什么十善做不到？我们不会做人。十善是做佛的，人都做不好，怎么能做佛？所以要求学弟子规。弟子规是做人，再要求啊，学感应篇，因果教育啊，儒家的教育是讲伦理道德，啊，伦理道德教好人，好人什么？不愿意做坏事，做坏事他讲心不安啊，还有点良心。那要是良心没有了呢？啊，根本他就不相信做好事有好报。学因果教育，真正明白因果的人不敢做坏事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有报应呐！啊，有这么两个基础，再入佛门，十善业道一点不成问题，决定做得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十几年来，我们努力的在提倡啊，儒释道三个根呐。啊，虽然真正在这上扎根用功的人不多，但是有。有就好啊，为什么呢？根没断呢、啊、还有啊，啊，有根就有指望啊，啊，传统文化跟这个大乘佛法不至于断灭。明比日月，尊比宝珠啊，这是佛用比喻告诉我们戒律的重要，戒律的光明超过日月，戒律的珍贵啊，它的尊贵就像宝珠一样，铃铛抱壳而死，佛言睡愁，这是佛门的一个公案啊。两个出家人啊，去拜佛，路走得很远，
一个人看到水里面水出家，水没有过滤不能喝，水里头有小虫有细菌啊，所以出家人旅行的时候身上要带个滤水囊，就小袋子啊，碰到水的时候过滤，那水才能喝啊。有一个人没有过滤的时候，这个水他吃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持戒啊，他不肯喝，结果死在路上。这个喝水的人到了佛的面前啊，把这个事情告诉佛陀。佛陀说，持戒的那个人呢，他比你早到我这来了，你来的太晚了啊。对持戒的人奖励赞叹啊，啊对破戒的人叫他要忏悔要忏罪啊，说耐苦背息而纵啊，无伤草叶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被人冤枉了，或者是犯了过失了，被处分啊。处分人说你是个持戒的人，那很简单，好办，我抓几根草把草给你围起来啊，你不能把这个草拿掉，你走开不可以，我用草给你绑着，宁愿在这里死也不敢把草拨开，不伤害草木。这种像这个抱客而死，无伤草叶，现在人来看这是愚痴，他怎么会相信？啊，于是戒律有这样的言，一般人看到戒律害怕了。你看从前儒家讲理啊，民国初年这是知识分子趁儒什么赤人的礼教啊，礼太严格了，人不能自由了，那戒律比礼还要严啊。你是学佛学经典，大家喜欢听的，提到要持戒掉头走了，不听你的了。现在人认为儒的礼佛的戒对人约束太多了，好像绳索绑的身体一点自由都没有，这样看法啊。所以戒学弘扬有它一定的难度啊，必须要从儒下手。儒比较容易啊，比佛法宽松啊。啊，真正有儒的基础，有道家太上感应篇的基础，持戒就容易了。跟他讲戒律，他欢喜，他不会排斥，他会相信。啊，没有儒个道的基础，那不容易。
啊，所以讲经讲道理跟他听，他很有兴趣。啊，你叫他用实相来约束他，他受不了啊。啊，能不杀生吗？不杀生他伤害我啊。伤害我也不能杀他。这个在他认为这是不讲道理，理是讲不通啊。啊，殊不知你不杀他，他就不会杀你。我早晨起来写字，啊，有个蚊子飞来了，啊，就在我面前绕绕去的时候，我没法子了，我就指着旁边一个纸片，你站在这里，他就站在了，我给他十三皈依，说完之后就别动，我去拿个玻璃杯子把它盖下来，把它送到外面去了，听话了。啊，今天早晨的事情啊，啊，我们以善心、真诚心对他，记住佛的一句话：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就有感应。啊，不能有一点虚假。啊，对待这些小动物，啊，不会伤害你，啊，把你放走，啊，这打开窗户的时候，从窗户上放走。书中极论斋戒之要啊，这会所里头说的啊，斋戒非常重要，正法能否住世，全赖行人能否持戒。这个行人就是佛门弟子，在家出家都包括在其中啊，正法能不能住在这个世界，全靠佛门四中弟子能不能持戒啊，故当学舍生命，凝实生命啊，勿为所受之戒。舍生命没关系啊，这个生命是无常的，总归要死啊，早一天死晚一天死，反正都要死，无所谓也啊。如果为持戒而丧命，这个生命失掉了，你再得一个生命肯定比生好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大善呢、啊、善在哪里？你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，这个榜样就是大善啊。能够像你的人越来越多，正法就救助了。彭吉清居士曰，故知净土自良啊，修净土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这自良在此地说，现在话讲条件啊，古时候旅行，不要太古时候，我们在抗战期间当中逃难了
啊，我走了十个省了，完全靠走路啊。啊，走路怎么样？要带米。啊，到时候能煮饭吃啊。啊，米做一个布袋子，长长的。啊，装一个背在身上。不像现在有旅馆有饭店，所以没有啊。啊，真正遇到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找到人家，要向人家讲家里有没有剩点饭菜啊。啊，讨一点。过这种日子。啊，资是身上带一点钱。啊，粮是粮食。出门一定要带的。那我们到净土，这个资粮是什么？全凭功德。啊，就是你修集的功德了。功德的基础，功德之基，莫先持戒。啊，持戒。行善就是积功累德。啊，是心戒净则心净，心净则土净。啊，今天在这里讲戒，我们把重点全部落实在实善。为什么有实善就有戒？净业三福第一条讲实善的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实善业，第一条啊。我们对父母有没有尽孝？我们对老师有没有做到敬？啊，这个敬就是依教奉行，那才叫敬啊。老师教你东西，阳奉阴违，这大不敬啊。啊，老师的教诲一定要依教奉行，纵然不能百分之百的做到，至少要做个到一半呢、啊，否则话怎么对得起老师？啊，我这一生是运气很好啊！啊，老师能拨出时间单独教我，啊，方老师单独教我，张家大师也是单独教我，这个运太难得了。啊，这是叙事的缘分，这一生遇到了，我们不好好的学，怎么对得起老师？啊，孝亲尊师啊，现在人不懂得了，对，我们的父母老师都已经往生不在了，啊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教室，我的佛堂，我的摄影棚，统统挂着老师的照片。啊，每一天早晚跟老师行礼，啊，念念不忘老师教诲，
教孝亲，教尊师。啊，现在人把老师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们能有今天，谁给我的？父母给我身体，老师给我智慧。饮水思源呐、啊！啊，这都是属于戒律。啊，因戒才能得定。我们今天这个定不是禅定，是什么呢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一门深入就是定啊！啊，常识熏修啊，会开悟啊。所以学东西不要贪多，事出事发都一样。一样没有学透，不要学第二样。啊，这一样学透了，行，可以再学一样。啊，但是一生当中要有一门为主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学的很多，虽然老师教给我，不听呢。啊，总是贪多。看这个也好，那个也不错，这也想学，那也想学。啊，所以兴趣多方面的，啊，我就涉猎了不少的经论。啊，那现在呢？现在知道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佛学常识很丰富。再丰富的佛学常识，对你了生死、出三界没有干涉，没用处啊！如果一门深入，啊，像我们在前面念到的，啊，念老在那里。举的例子，我们不如与夫妇老实念佛，真比不上他。那这乡下的阿公阿婆不认识字，什么也不懂，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到晚，我们能跟他比吗？说老实话，这一些阿公阿婆他什么时候往生他知道，甚至于他想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。啊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要走，佛来接我，佛真来接他。啊，这一点我们看到盈科法师的公案就找到证据啊。盈科法师寿命还有10年呢，不要了，要求阿弥陀佛带他现在就走，他真走了啊。所以这一些阿公阿婆，我相信他们都有这个功德，都有这个条件啊，他不走是给做给我们看的，哎，也是，他是真实功德，他不走住在这个地方，保佑这个地方的安定和谐，保佑这个地方啊少灾少难。我们一般人不认识，啊，瞧不起他，他大慈大悲，啊，帮助这个地区。化解灾难，我说的话一点不假了，他不是走不了啊，慈悲心呢、啊？
受苦救难呢？啊，我们理解，看到这样的人，我们对他都特别恭敬。啊，对他行礼，对他致意，赞叹他老人家。啊，他是真干，啊，知识分子，只说不干。所以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不能化解在哪儿？这要智慧，净土资粮全凭功德，功是功夫，一分功夫就有一分功德。啊，持戒是功夫。放下是功夫，这真是功夫啊！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七情五欲，啊，放下贪嗔痴慢，佛。为什么叫我们放下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道理明白了，你真肯放下，明白道理，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，对事实真相知道不清楚，所以放不下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需要人劝你，不需要人教你，你自然放下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包袱，那里头不是好东西，是自带给自己的累赘，没有一点好处。啊，放下真有好处。要放得干净啊，要用真诚心去放啊，不能搞假的 啊装模作样不行啊，没有感应啊，搞真的就有感应啊。在我们现前，我们自己亲身当中有体验，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祖宗照顾，佛菩萨照顾，啊，我举汤池小镇这个例子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记载，老人朝五台山三步一拜，从菩陀山海岛里头，啊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，三年了，这个毅力、恒心，就感动佛菩萨。他从发心起步，一直到五台山三年，佛菩萨就在他身边照顾他。他不知道，当他生病病倒了，哎，菩萨就化身，啊，变一个乞丐来照顾他。啊，来给他采药，啊，帮他治病，
住了十几天，身体完全恢复了，这乞丐走了，他继续去拜山了。三年当中得两次病，第二次得病的时候，这个又碰到这个乞丐又来了。其实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贬的，文殊菩萨始终没有离开他了。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他能够感动，文殊菩萨照顾，我们不能感动？他发的那个真诚心，那就是他的功德。我们的心不真诚啊，看到这些事情还怀疑。老和尚修得不错，感动了，我们没有修行呢，不如他了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全是一点真心的，一点诚意，不是为自己呀，为自己不行啊，为自己名闻利养这不行，不是为自己。我们搞汤臭钱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还能不能延续下去，我们是做这个事业，不为自己。老祖宗东西在今天还能够使用，就得保佑，就让我看到效果了。如果不管用的话，那就没有了，搞不成功啊，搞不成功我们也就不搞了。搞成功说什么，我们那个念头一动，老祖宗就知道了，佛菩萨就知道了，就替我们安排，就替我们效果赶快搞成功，知道我们耐心不够。我们原来打算三年看到效果，三个月看到。这明明是嘛，佛菩萨老祖宗在身边嘛，我们亲身体验到的能不相信吗？所以真发现灾难来了没事啊。我们需不需要预备这些灾难的东西？不需要啊。真灾难来的时候，就突然来了一些人，后面送这个吃的，送那个喝的，全送来了。那么都是佛菩萨化身来的。我们自己还是不要的好。我们要什么？要真诚心。我们要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真管用。因地不真，果照于取。那我们对这个戒律要重视，还是三个根。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是善业，要做不是念。念没用啊，要落实，要做到，把这三样东西变成我们的生活，变成我们自己的工作，待人接物，要把它做出来，后面的效果感应不可思议，让我们对祖宗、对佛法、对鬼神信心十足，再不会怀疑了。我们这个色身留在这个世界，
为佛菩萨工作的，为一切众生工作的。不是为自己的。啊，身体好，为他们多出一点力，不好，少出一点力。全是为众生，为真法救助，啊，没有丝毫为自己。感应自己能体会得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